我终于知道电蚊拍怎么用了。昨天忘关纱窗，一共消灭了23只，再也不用追着蚊子打了。中间有幼蚊剂，仿人体气息和紫光波幼蚊，把它立在床头，开启自动挡，人靠近就自动断电。家有孩子也不怕，特别安全。拿到小区里给你们试试。First blood, 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a kill.